各位现场的家人以及好朋友们，今天丽玲、宗伦以及淑珍两个人的结婚午宴，也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前方的荧幕，正播放着我们新人最甜蜜的婚纱照片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幸福午宴，谢谢。我们男方主婚人，我们妈妈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的送给我们的男方主婚人哦。女方主婚人一个最大的掌声，今天带着最祝福的心情，淑珍穿着一生一次的白纱，透过我们浪漫的玫瑰花瓣，穿越过大家的掌声、欢呼声。新娘来为我们的新郎吃下这一口杏仁豆腐，要顾好老公，就要先顾好老公的胃。3、2、1，请安慰。这个握你的双手及最大的尖叫声，来给我们的宗伦。帅气的动作，我们给他一个欢呼声好不好？主人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我们掌声给我们的新郎。有没有信心可以在这个比赛当中获胜？好，一定要龙凤，一定要龙凤，请开始。为什么有人偷吃？啊，快，赶快，来，请你加油，加油，嘴巴打开了。特别的开心，在这里，在此呢，也代表我们的新人和双方主婚人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阖家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